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夸住宅》，表演者李根、侯震。这个啥，这演员有点矮，反正我也觉出来了，每次在他后边都费劲。是啊，之前都在这儿。跟何云伟有一拼啊。弄好没弄好啊？你弄好了，这个儿 这还是俩摞一块儿，你知道吗？是赵云霞啊，那个胖子叫李云杰。对，两个演员说的不错啊，传统相声是卖面茶，没错，说的挺好，下去休息啊。这场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，我们二位啊，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演员。我，您叫侯震。是，要说整个德云社后台啊，最有学问的啊，最有文化的哦，还得说您。把您捧了，不敢这么说，不敢这么说。识文断字啊，认识点字儿。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好这个。诗词歌赋无一不晓啊，我平时也看看。长得又透着这么可爱，这都看出来了。长得又漂亮啊，又有才华，是。这叫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色艺双绝，在这个姚界，小姚界啊。什么叫有他的记载，敦实，我还色艺双绝，我啊，又长得又好看 啊，又有才华，你嫁给我吧。你这叫什么话呀？这个不废话吗？你那是夸人的吗？你那个啊，嫁给你干嘛呀？还、啊、不就说明您又漂亮又有才华，那把那色去喽。哦，嗯，就说是确实是有文采。是啊，尤其是这个毛笔字啊，人家的毛笔字啊，站着一绝，合适啊。写出来之后啊，龙飞凤舞，那就是没写好。这叫草书啊。哦啊，龙飞凤舞啊，一扣纸背，嘿，就是过年啊，不都得写个福字贴门上吗？对呀，人家侯老师啊，写完福字贴到门上啊，一分钟之后再出门一看啊，字儿没了，我掉下来了。掉下来干嘛啊？让人拿走了，回去收藏。是吗？就是写得好。我真又不开眼呢、啊、我这是捧您呢，您知道吗？是我自觉着我不行。这是前两天的事儿啊啊，我找他排练，赶上中午饭口啊，请我到外头吃饭。哦，小饭馆不大，驴肉火烧馆啊，这馆都不大啊，正宗的河间驴肉。对，吃完之后啊，他是经常去，没错，人家老板认识他啊。哎呦，侯老师啊，该结账了，给您打个七折。我打七折干嘛呀？打七折啊。侯震说好啊，天天来都是朋友。是啊，刚要走啊，老板又过来了，您等会儿走，我们想求您复字儿。哦，想让我给写字儿，知道您是德云社的啊、嗯、啊，您写的字又好。哦，我们这小小驴肉馆儿，要能贴您一副字，蓬荜生辉呀、啊！我人真看得起我、啊。文房四宝摆上了啊、嗯，添饱了笔，为难了。怎么呢？你说写什么呢？哦，写个大发财源。这写的太多了，有点俗。对对对，写个。财源茂盛达三江，呵，这还不如大发财源呢。写什么呢？啊，一看是驴肉馆啊，灵机一动，捧捧他这生意，是写了这么几个字，什么？天下第一驴。哎，说他这驴肉馆好，然后下边烙块啊，贴上了。是，怎么了？贴上之后啊啊。贴上之后，大伙儿一念都没有不乐的。我写的好啊，天下第一驴。对，侯震。像话，那烙款别念了。这好不好？这个这不好、啊。这不好，那咱反过来念啊。侯震，天下第一驴。这还不如那个呢，啊。到底哪个好？选一个。别念，那就光念前面就完了。当然了，这是确实是。为什么让他写呀？啊、不让我写呀？我早知道我留你的名啊。我名像话吗？嗯，有文采、哦、有文化，
我好写这个倒是、啊、家庭熏陶也好，当然了，他念书跟我们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我们是到学校啊，他不是。我把老师请到家里来。对，我有家教，老师教他一个，是，这叫私塾。这是家教吗？对不对？我有家教，你没有。这话让人别扭，听着对不对？我请家来的，我有家教。家教你没有，你外边学的啊。您不用再提这家教了。哦，好啊，您琢磨琢磨，这个家里头没钱能办得到吗？那请不来。家里头得有钱、嗯、对，这把老师请家来啊，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，是没有钱人家根本就不来。这看得紧呢。要说侯震他们家啊，有的是钱，有点钱可以撑得起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家大业大啊，家大业大，有的是爸爸。哎嘿、哎，不对不对，错啊！我们家有钱就因为趁爸爸才有的钱、啊，这好不好？这不好。那改个什么？你都留着吧啊！我也不要。家大业大，有的是骡马。对，家大业大，有的是骡马。对，是不是？没错。良田千顷啊，树木成林，米面成仓，煤炭成垛，金银成库，票子成刀，现钱成堆，骡马成群，鸡鸭成闸，鱼虾成池，锦衣成套，彩缎成箱，簪环成对，珠宝成匣，好物成台，美食成品，妯娌们成恨，兄弟们成仇。打起来了都，那有钱管什么用呢？这好不好？这个这不好啊。兄弟们和美，和睦大家庭。对啊，别看和睦大家庭啊，财齐人不齐。这话怎么讲呢？您算他父亲那一辈是老哥仨。对呀、啊、你有一个大爷，我还有一叔叔。你爸爸行二。是啊，他大爷没儿没女。哦，他叔叔没小孩。哦， 哦， 哦，他爸爸就他这么一个独生子，是不是？嗯，不过当初啊不是生一个啊，一生生俩。俩同年同月不同时。嗯，这叫什么呢？什么卵生？你妈才下蛋呢。这个医学界呀、啊、卵生像话啊？这怎么还出来下蛋的事儿？废话，废话，卵生的不下蛋吗？就是双胞胎、啊、一模一样、啊、卵生嘛。缺心眼儿，那叫卵生。卵生？对。哎，我记得有个卵生呢。那就卵生，那蛋孵的那卵生那是。哦，就像您这种蛋孵的。我这还是蛋出来的是吗？像啊，行，甭像，少废话。有点那意思、啊、蛋孵出来的出来就有毛。这话呢？这是，你看是不是？像话吗？孪生，你说这多可气，哪来这么一句？当然了，后台有这句吗？你对那没准儿。谁人？孪生，来孪生，啊，对他孪生的吗？对，孪生。好，反正是一生生俩，啊，后来摆弄摆弄，糟践一个。难听的，你说这个。就那个就卸了，卸了，卸了。还是蛋卸了。对，反正。就剩他一个了啊！实际上啊，死那是你，你是你哥哥。你这个不，这个高深的学问，你看咱这话啊，这话你琢磨琢磨，这话啊，死那是你，你是你哥哥，你琢磨琢磨。我那按照你那个想法，你那个说法，那我得管我媳妇叫嫂子呀。呵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啊，他都承认了，你看看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你这不像话了，你回去叨叨清楚了。少废话吧，少废话吧啊！这好不好？你呀，回去问问你媳妇事吧啊！我们家就我一个，就我一个，哎、反正就是，哎，就是一个，啊啊，就老哥仨守这么一个独苗，能不疼他吗？当然了，能不宠他吗？哪有我？老哥仨拿他当什么呀？啊，老哥仨拿他当心尖儿，就一个嘛。老哥仨拿他当命根儿，你这就这么疼我。老哥仨拿他当眼珠、啊，就这么爱我。这老哥仨啊，就一个眼珠。哎呀嗨，不看，没有，俩瞎子一独眼龙，啊，如同懂吗？如同，你说出来呀，如同就是爱如掌上明珠一样。啊是啊，老哥仨就为了疼你啊。没抬过杠，你团结呀！老哥仨为了疼你啊，没拌过嘴，你和谐吗？啊，你要说待着啊，都在一块待着。是，要说出门，他爸爸头里走啊，那哥俩扶着肩膀就出去了。回来吧，行行行行行，
这还是俩瞎子一对耳聋，不是？就一只眼头戴道，不是？啊，我那意思是什么呢？什么呀？晚上啊，正赶上您得病。我不舒服。哎，你爸爸呢？给你找大夫去啊，他认得道啊，所以他在前边。那俩不认道回来吧？啊，不，这不显着团结吗？啊，没这么团结的。啊，老哥仨疼他。啊，别说这老哥仨了，是，就说你大娘啊，你妈啊，你婶子是这狐狸们。哎呀，找脸，什么？找脸？别再瞎说啊！就算找脸，就算找脸，就是找脸。对，找脸。啊。啊，狐狸，你妈成苏妲己了。少废话，啊，不也行？你爸是纣王。咋不行？这个先弄死你。对，这弄死谁呀，啊？这个妯娌，这妯娌、啊，都疼他啊，尤其是他妈。那当然了。哎，他妈宠他，就这个，啊，宠他都没边了。那我亲妈就我这么一个，能不宠吗？哎，你看说到这儿，我还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来了你？我别跟咱们观众朋友们说。怎么着？你说说。什么事儿？从小到大啊，吃母奶吃了几岁？这能说吗？这有什么了？就是母奶吃了几岁？13。您听听，13。13怎么了？13啊，他好这口，你知道吗？我爱喝，你管着吗？体格啊，就这么壮。啊，你看这个啊，就这么棒。当然了，你看那赵云霞喝3天出来那么大。老有他，再说了，你妈的奶好，你妈的奶，会说话吗？会说话吗？啊！哎，我不跟你斗啊！这说着 说着急了，你说废话，你别着急啊！我那意思是什么呢？你看着我点，你妈的奶，你妈的，像话吗？会说人话吗？干嘛？这是？你看大后面怎么了？你有我壮吗？啊！我在这儿，我弄死你，信吗？我那意思就是你妈的，你妈的！你再说，你再说一句，别指我，我告诉你，我指你，我指你怎么，我指你怎么着？咱外边去，你走，你头走，你头走，啊！你再说，我忍了，我告诉你不，咱这和谐社会不跟他这人一般见识，和谐你骂谁骂街？叫净化舞台，你在这骂街是不是啊？我给你塞这坛底下，你信吗？啊！我塞到坛底下干嘛呀？毯子。哦，我等，倒吗？你妈的，你看怨我讨厌这虚字儿，这玩意儿虚字儿是讨厌。要不你母亲的行吗？不还是骂街吗？那怎么办呢？那你说吧。那咱就什么意思吧，你说什么意思？我那意思是什么呢？就说他妈奶好，这行吗？夸我呢。哎，他妈的奶好，各位您没见过啊。干嘛呀你？成心是不是？又怎么了？废话，你再倒吗？这对吗？这个，这不还是骂人吗？就说，他妈奶好。哎，对，把这得去了就合适了。好到什么程度啊？您没见过，我告诉您。你见过？不老合适的吧？废话，当然不合适了。就说呀，特别好，他就哎呀，就他妈的奶。他关键是什么？你说他能活动？就这个奶啊，说实话，咱都没吉尼斯。有这样的吗？这多灵活呀！你一边骑。要不这样，没有，一边骑。嗯啊，对，一边骑。好，那这好家伙，那多少个呀？多少个呀？不两排吗？就俩，没两排。几个？俩。嗯，对，俩长哪儿了？你回家看看你妈那个去啊。你这人你说多讨厌，你这说话。讨厌，你回家看看去，你是没见过是吧？啊，咱干脆甭比划了，咱就说得了。到你妈那儿你不比划了？奶好，嘿嘿。嗯，关键是什么呀？啊，奶水足。废话，不足我能吃了13吗？您算它足到什么程度啊？啊，这个没吃完那哗流了。就这么好，这没吃完那哗胀出来了。对了，别看他们家有钱啊，他爸爸会过。这不会过能有钱吗？会过啊，找一瓶子啊，哗挤出来，蜡纸一封，
第二天早晨骑自行车挨家送。等等等等等，后来刷卡了。刷什么刷什么卡了？刷什么？兴这个给票的。没有没有，我爸送奶的，我妈是牛啊，还得这么走、啊、没瓶上写着蒙牛吗？蒙牛像话？蒙牛像话吗？啊，还有毅力的那不说呢，啊，还有三元的那不说呢，啊，你这人你说说，要疯啊你！搁地下室存着，人家搁什么地下室啊？存坏了呢，当酸奶卖。那是你妈知道吗？你妈那个都、啊，你爸天天那儿挤去，啊。挤完推车卖知道吗？像话干嘛呢？疯了？有病啊？吃错药了啊？从那儿出来胡说八道站这儿啊？我这就有疼侄女的心，要不然我给你大嘴巴你信吗？啊？这不都是捧您的话吗？捧谁呀、啊？捧谁？这是捧人说吗？你看，再换换怎么样？那干嘛呢？啊、我说说你，怎么样？啊、不是这不，你也有一大有一叔叔俩瞎子，就你爸一对耳聋。是不是、啊、你这人这不抛砖引玉吗、啊、抛什么砖引什么玉啊？我看看你妈的奶去啊，像话吗？你抛多少砖了？你往这儿抛多少砖？哪块玉出来了啊？这不快了吗？快什么了？快了啊？你死不死你？你这人你说着说着他老乐，你是谁乐谁？我还乐，我还啊，你这人好诙谐，你好什么诙谐？我你别看他表情挺着急，实际上心里特高兴。 你少废话了，谁高兴？接着说、啊、谁高兴啊？实际上他心里乐的哎呀就跟花似的，而且他还有个舅舅，你知道。你干嘛这是怎么了？你再说一句我听听，你再说一句我听听啊。拿他干嘛呀？你再说一句你就知道了。你说一句。真急了啊？说呀擦什么啊？删什么删什么啊？去后台凉快去。别去，怎么急了呢？别什么别，这不都说好的吗？是上谁跟你说？谁跟你说好了？谁跟你说好了？你这人、啊、你说这个没义德了。这谁你才没义德呢？上来干嘛站这儿？别说什么说啊？啊，让你说了吗？咱别这样行吗？哪样啊？咱就少废话。哪样啊？啊，来这话都让你说了，乐什么？乐什么？你瞧你那样，瞧那样，乐一个啊，来乐行，就一边一边来，这会聊天有这样的吗？一见面，对啊，来，少废话，啊，你呀、啊、赶紧回家，先把那奶的清楚搞清楚，赶紧吧，你这真急了，一会儿晚上你妈上班你看不见了，赶紧。哎，你这话你说这多损，这话这哎，你真急了呢？废话，我这不好意吗？这上来你什么好意？你怎么哪有好意？啊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那意思不就是说您家有钱吗？您跟他们能一样吗？对，我们家有钱，天天送奶去，是不一样。你容我把话说完行吗？你还想说呢？啊？他为什么送奶呀？什么就为什么送奶呀？就没有过。他周济穷人呢。周济什么穷人？没有。谁家孩子母奶不够吃的？你妈这富裕，给人送去，怎么了这个？我还不够吃呢，我还给人送。嗯、啊，咱别着急行吗？我能不着急吗？啊，你看要这么说啊，这回我准夸您家。你怎么夸呀？我准夸您家。您家要说怨我，我刚要说您这旁边拦着把我话头。谁拦着你了啊？又来了。我要拦着你能说这么些个、啊、那把我话头给堵回去了。这真怨我。他们家要说最值钱的什么奶呀、啊、什么这个那多团结，这不算什么。他们家要说最值钱的，那得说是住宅。您这是什么表情？对，我们家房子好，你看看是不是啊？他们家那房子好到什么程度啊？当着大家的面，我夸夸您家这所住宅怎么样？你可别乱说。您放心啊，侯家大住宅啊，好那远瞧啊。红光一片，哦，近瞧旺气腾腾。我快着了，像话吗？啊，着了呢。红光一片，旺气腾腾，着了吗？不是，远瞧啊，啊，雾气昭昭。坟地。坟地干嘛呀？远瞧雾气昭昭啊，近瞧瓦窑四少。哦，就大。
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。我们家一块砖抠出来的，说明您家格局。格局这什么话？严谨格局啊，就是整齐。对，远瞧雾气昭昭啊，近瞧瓦窑四少。哦， 哦， 哦，门口有四颗门槐。对，有上马石、下马石、拴马的桩子。对过磨砖对缝八字影壁、路北有广亮的大门，上有门灯，下有懒凳，内有回事房、管事处、传达处，二门四扇绿屏风，由绿地撒金星，四个红斗方，写的是斋庄中正。这是我们家背后是严肃整齐。对，进二门方砖漫地，海漫的院子，夏景天高搭天棚三丈六，院里有对对花盆、石榴树、茶叶墨色的养鱼缸，九尺多高的架猪桃，迎春、探春、枝子翠柏、梧桐树，各种鲜花、各种洋花，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。好，进二门、正房五间为上，前出廊，后出厦，东西厢房、东西配房、东西耳房，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，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。等等吧，等等吧，我们家人直肠子，吃完就拉，拉完再吃去。分开点是当然了，分开点啊，东跨院为茅房，西跨院还是茅房。那就没得吃了，知道吗？啊，那怎么着，你一边一个，东跨院为厨房，哎，西跨院为茅房、这回对了。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，是明斋夜合的窗户，可事儿的大玻璃，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，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、进屋里一看，画露天机，真是别有洞天。你给说说，迎面有丈八条案，上有尊窑、平廊、窑罐、宣窑、盖碗、古月轩的果盘，案前有硬木的八仙桌子，镶石心配罗垫，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，桌上有文房四宝、纸笔墨砚、端砚壶笔、通鉴天文地理、六六连照、名人字帖，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字画，都谁的？有唐伯虎的美人，米元璋的山水，刘山的扇面，铁宝的对子，板桥的竹子，松中堂一笔虎字，闹龙金匾，镇宅宝剑，绿沙鱼皮鞘，金色戒，金吞口，上挂黄钟丝绦，有一丈二的穿衣镜，一丈二的架机案，五尺多高的广座钟，翡翠的玉磬，碧玺的九桃，风魔铜的金钟，屋里有座钟、挂钟、带个钟、子儿表、对儿表、寒暑表。哎，太好了！要讲究代表啊，要说代表。谁也带不过您父亲。是啊，一般人代表来个手表，腰里来个怀表就完了。哦，他爸爸代表都上谱。怎么带？要带狼琴、欧米伽、金客套、银客套、铜客套、铁客套、金三折、银三折、五里文、亨德利、人头狗、八上弦、双卡子、单卡子、有威力、威博、威博地。左手拿着提梁子，右手提了八音盒，头顶座钟，怀揣挂表，腰里别着子母钟，未曾走道是叮当乱响。这是我爸爸代表在钟表铺搬家。这个是，别乱说话啊！侯震老师啊，确实是不错。是啊，确实是不错。何以见得？怎么叫何以见？人性好啊！哦，啊，你像这个相声演员，刚才这段《夸住宅》，对，这是传统的一个贯口类的节目，没错。但是总体的来说啊，还是来源于生活。哦，那当然了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啊，生活中没有，创作不出来这个作品啊。啊，相声素材都是来源于生活。哦哦啊，您像就拿侯震来说，我人家生活中可乐的事儿就相当的多，是吗？您像刚才咱说了有一句是实话啊，就是人家好学习。啊，这是这认识字儿多，对对对对对啊，琴棋书画啊，样样精通，哎，反正都认识啊，诗词歌赋无一不晓，是是，最得意的啊就是画画，我又改画画了，这个对不对？反正我这写字儿 啊画画啊，我都好这个，就得意画画，对对对，后台还有三位演员，我还有都喜欢画画啊，您像我谁呀？谁？徐德亮啊，高峰啊，李菁啊，加上他四个人。我们四个哪天一研究啊，爱好相同，是报了一个画画补习班，进修一下，有没有这事儿？有有有有有。到那儿了啊，老师一看呢，来了四个人啊，不知道水平怎么样哦，打算来一个测试，考试，留个作业啊，什么题目啊？什么题目？爸爸上前线，就画这个，然后展开自己想象，哦、回去画这个。第二天四个人来交作业，啊、第一个交作业的就是高峰。哦，他先教的。老师，您看我这个啊。老师一看，题目是什么呢？爸爸上前线。哦，他画的什么呀？什么呀？
一个将军啊，一匹马，还有一支枪。哦，这很扣题吗？搭不上前线，扣题。对对对对对。但是啊，美中不足啊，谁都不挨谁啊，单摆扶歌。哦，这三样都不挨着，这个不好。我他那个眼神也就这样了，知道吗？这个能画在纸上就不错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能，你要回他们家那桌子上还有仨呢。你这个你说给多少分呢？这个给你60分吧，及格啊，将将及格。对，人起码照着这画。这个第二个是谁呀？啊，李菁。李菁来了，老师啊，您看我这个啊，这太冷了，这个啊。老师说，那什么，你别这么说话，啊，我冷。你瞧瞧，你那个什么，你男的女的？嘿，都行。这就别客气了啊，说实话吧。猜吧。别猜了，你就。你看我像男的就是男的，像女的就是女的。哦，这还是变化的，你看看。哦，我看看吧。嗯，哎，爸爸上前线啊，他画的什么呢？什么呢？一个将军啊，骑着马，这扛着枪。哦，他这在一起了，他这个好了吧？好，好，好，结合到一块儿了。是是是是，70分吧。哦，这70分，这就高10分啊。第三个交作业的，啊，徐德亮，他交来了，他最有文化，是吗？老师，您看我这个啊。老师一看，哎呦，这孩子是天才呀！呵，这都看出来了，画的真好，是吗？真有画画的天赋哦。你看。您算人画的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一个将军骑着一匹马，这扛着枪。呵，这跟李菁的一样啊！不不不，千军万马画出来了。哦，空中烟雾弥漫啊！你瞧，还有河流，是吗？还有山川。嘿，你瞧这将军这个意思啊，像是在指挥战斗。呵，这有情节了，真好啊啊啊！最难得的什么？勾出颜色了。哦，他号号这个带色的。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嗯，后台都知道。好，给你90分，这就90分了，快满分了。是是是是。第四个交作业的，啊，就是侯震侯老师。我去了，我交。老师一琢磨，这错不了。啊，对，好戏压轴，我得100分。人家最后一个。对对对对对。老师接过来这画，这我提上词儿，我得这102分，我得。当时愣了。你看画的太好了。交错了吧？没有，老师看不懂。哼，留的什么题目？爸爸上前线。对，画着什么呀？啊，他画的什么呀？什么呀？画了一张床，床上呢躺着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。我这也勾上色了。老师，那什么啊？这女的谁呀？是啊，我妈。这男的呢？街坊刘大爷。哎，不是。老师说：“等会儿那什么，你爸爸哪儿去了？”啊，报告老师，我爸爸上前线了。